军六号继续在顿巴斯地区对乌军开展全面反击，主要的战斗是集中在巴赫穆特。此外，阿夫基夫卡的争夺战也持续进行。我们就来看看本台记者发自顿巴斯前线的报道。星期三，顿巴斯战线的热点已经转移到中线的巴赫穆特，其主要的战斗是发生在这个区域西南的克里西耶夫卡。俄军穿插部队从东南方向靠近了湖泊区的铁路线，并站稳了脚跟。俄军正试图突破克里西耶夫卡。俄罗斯军事专家分析，俄军攻打克里西耶夫卡和安德烈耶夫卡两个战略的支撑点，目的并不是仅仅夺回这两个已经失去的门户的阵地，而是要穿插发展对乌军南极军前线指挥部所在地恰索夫雅尔市的逼近，以彻底打乱乌军在整个巴赫穆特防御纵深的部署，以便对在北部重镇伊万诺夫斯基和伊万诺夫斯基地区构成真正的撤翼的威胁。星期三，在阿夫迪耶夫卡的前线，俄军南线突击队已经抵达在阿城南区进行防御的乌军110旅的撤翼。在阿夫迪耶夫卡的北翼，俄第8集团军第4独立摩托化旅设法扩大了阿夫迪耶夫卡焦化厂周边的控制区。在整个阿城西线北起斯特普诺叶村、塞维尼村焦化厂西北侧的铁轨以东区域以及南部的塞维尔内地区，当天均有激烈的战斗发生，但是规模仅为连级和排级。乌军第53机械化步兵旅丢失了南城东南部的工业区的阵地之后，换防的乌军第110机械化旅正退守到阿夫迪耶夫卡南城区内，并构筑城南齐卡洛夫街和苏沃洛夫街的主要防线。目前乌军在这个区域伤员的转移和这个旅的后勤补给进展相当艰难，乌军利用救护车和民用车辆进行摆渡，但是遭到了俄军无人机的积极工作。当天乌军第56独立摩步旅从巴赫穆特的博格丹诺夫卡调至阿夫迪耶夫卡的城区，这个旅的任务是更换已经打残的乌军第77海军陆战旅和一个国土的防御旅。这些部队在撤出阿夫迪耶夫卡时，在返回到博格丹诺夫卡的途中遭遇到俄军火力的猛烈打击。在赫尔松方向的克林基局部的战斗仍然在发展，战斗的强度有所减弱。在战斗中，双方的接触线的位置有时只相距十几米。在过去24个小时内，亚速高地的沃尔诺瓦哈市、顿涅茨克市、格尔罗夫卡镇和马克耶夫卡地区等遭到了乌军炮火的袭击178次，在顿涅茨克市被炮击27次，并炸毁了一处市区的服装市场等，其中一座矿井被炸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周三表示，莫斯科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实现军事行动中的所有目标，因为谈判的进程被乌克兰方面打断。此前有消息在证实俄乌展开接触，但是没有官方证实的消息来证实其真实性。这里呢就是沃尔诺瓦哈，当然了，在这个方向目前的两军的态势呢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乌军呢集结了两个旅，包括一个坦克旅呢，对诺尔诺瓦哈的这种威慑。俄罗斯主要是在记者的左侧的顿涅茨克呢，是加强了对阿夫迪耶夫卡的攻势。当然，沃尔诺瓦哈乌克兰达尔作为顿涅茨克其左翼的这种突击方向呢，对俄军的防守也有巨大的这种意义。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弗拉特拉曼在沃尔诺瓦哈的报道。